分钟又十秒。没事。OK， 好，那我们就找个几秒钟开始吧。好，那你刚才测东西吗 ？OK 吗？好，那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第一位讲者。好，第一位讲者是我们这个今天今年大家有看到这个感应门嘛？哦，感应门的这个负责人哦，史考特先生，来让我们欢迎他。大家好，我叫史考特，我叫徐海，这段不能计时。我今天要讲那些32小时前发生的事哦。32小时之前，大家都在报道，矛盾大对决。当10秒钟报名完成的千人报名 Postcard 会中，对上国际展览级的报道系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先紧急预料一下。2012年的时候，我们还在用12个妹的报道方式。报道达到6倍数的成绩，2014年就这一次使用感应门报道，大家来看看这一次成绩多好，超高速率，好，1分钟可以报道41个人，平均一个人消耗1.46秒，耶、yeah! ！是的，这不怪怪，为什么中间有一段掉下来？发生什么事情？黑板被挡住了，怎么了？为什么会一直逼来逼去？到底怎么？好，有197个通过闸门，但卡片感应失败。这故事告诉我们，大家还没有经过训练，不知道那个卡片要那个闸门要怎么走。好，卡片会乱拿，拿太高是感应不到的。再有超乎想象的报道次数。这些数字在总发生的，我去找，到底什么问题？好，我知道，下次会更好。好，不是只有做这个，我们在现场还有做投履历跟打币游戏，但卡片一直感应不了，有很多问题，但有太多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时间不够那就问神好了。神说，就像你开 Go Kart 上 F1 赛道一样，拿错东西了，用错那个了。好，那你听过我们公司的产品吗？我们公司其实在做电子集点卡，那详细资料也没有时间讲，大家可以上数位时代7月号第42页，可以找到我。我们是学来各股份有限公司，我们是极有潜力的新创公司，我们在找人。好，如果你是上面的人，欢迎联络我。我们有很好的工作气氛。好，加入我们，谢谢大家。好，这个没法到，3分钟都达不到。然后他分了2分钟给布丁，你看他多从容。对，好，让我们欢迎老板。谢谢大家。人生充满意外，我原本在 Facebook 讲说，耶，今年没报到的，都没太棒了，然后就被插出来进来这样，太恐怖。那大家知道我们有年度档案，年度档案就报名的时候这样。对，今年在，今年平安下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就说没炸掉，就要讲为什么没炸掉。我们今年开6台 WS 赛，6台 WS 7升蜡烛这样，然后呢，而且自己抢赛准备好了。好，那接下来呢，今年次数跟说发现说还真想进去买的嘞，然后有人就说。这样很担心，反正像你每个人都这样。然后呢，接下来就发现，过2分钟就变800人了，怎么回事呢？是跟我讲要用加开，但是其实我想加开100台。然后大家就开始，那时候就是大家就问代表们说，请问一下 AWS 我们要等起来要几分钟？大概8分钟吧，那算了，放弃。好，那51分就是破千了，对不对？不过想想，那时候就想查说，那时候可以查说去年多少，去年1800 OK 啦，好，没问题。我们今年机器比较多，力气没问题的。然后呢，接下来就51分开始2800、2200、2500、2600，然后看，当然我们就看国外 NS 怎么，就看到右边表冠掉下，然后怎么回事？机器当掉吗？你看，可能单位换了。
不，8:10的时候全部跳进去了，然后就一直看到说，就是他虽然看到那个他进了第一步，然后看到有一张票可以按，然后按下去就说那好，这目前只剩一张票可以购买，然后就在那边赶桌，然后8:02的时候，事实上所有票都已经进保留，但是8:02的时候有3091人继续在站上徘徊。Yeah.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系统变成是说，你进去的时候是保留票，所以呢，有人进去的时候看到说，耶，好棒，我有 first come first serve 这个，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报。对，然后这种人层出不穷，然后到最后21:22还有一张还没卖完，然后那个总招爸爸在那边说奇怪了，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到2:31的时候还有，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是那种你知道第三张票，然后再有170人在排队，然后压力很大。然后10:25的时候，最后一张票卖掉，终于。然后想说，看看票房超久，心情超差。对，然后不过你知道，我们今年我们现在那个量最大的其实已经不是 Postcard 了，有非常多很棒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卖那种奇奇怪怪场地的票，这样。对，然后不过那奇奇怪怪场地的票目前是70K问题嘛，每碰点100K的钱，听着就觉得啊，好好，我100K。好，非常谢谢大家。那工作时间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免费开5场活动，所以呢，欢迎大家来使用 K 的 Easy。好，谢谢大家。感谢售票亭老板。下一个也是我们这个开源趴的这个常客大涛，开始啦。大家好，大家好，我叫有人叫我那个猪头西，好。那个我们今天讲的是那个 OpenADC， 在 OpenADC 为什么叫 Open 呢？因为有村长还在嘛，哦，那那个有 Open 就是草。那我们其实是一群受害者联盟，因为被我们的赖账那个不给钱啊，所以就叫做白工。然后呢，我们也是一群那个航空版的 AV 爱好者。你知道那个嘴炮的中年大叔同仁，只是一天到晚就在那个IRC 聊天室那边嘴炮，所以我们就做一件事情，怎么叫 ADC 呢 ？ADC 就是你在那个坐飞机的时候会遇到那个航空交通管制跟你讲说要后推要干什么之类的。那 OpenADC 就是把上面那些对话呢把它记录下来，都开变存档，然后呢做成逐字稿，并且也可以搜寻。那未来目标是要做那个关键字触发，就是说如果有人报航班的资讯，或者是说有紧急频道在送那个紧急讯息的时候，会自动那个触发那个相关的紧急程式。那这个用途是干什么呢？先讲一下，收听民航无线电视合法的。但发射跟干扰是非法的，好，所以我们是合法的。好，那我们现在的事情是，我们要转化负面的情绪，释放正面能量，那做个网站来跑，那个欢迎去世界度啊，算了，好，那个我们自己的飞安要自己听，然后我们要全民监督民航局，因为民航局的 ATC 是特考的，好，大家可以有空去可以去考看。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硬体设备有全民接收机一台，然后转播跟录音设备用那个最潮的那个派来做。那用 Linux 啊，大概是巴拉巴拉啊，然后最重要是，我们要去厂刊跟插卡。那厂刊呢，因为我们台湾有几个民用机场，注意我还是讲民用。好，那桃园机场、松山机场、香港机场会冲飞冲，所以我们去厂刊的。好，我们就骑着脚踏车上面插着无线就去厂刊，然后插塔，那就把塔插上去，那就发现里面有两只无线电接收机跟那个牌。好，我们发现一个状况，当年那个不是当年啊，应该是今年而已。那个 MH370就是马航那个飞到不知道飞到哪去的地方，有几个人？飞到哪去那个通话机，那个 MH370，大家都一消失，大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挖通话记录，那个大家给 Google 找一下。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这上个月的那个松山的 CI22爆炸的事件，那小弟有发一些文章，就是说明那。就是告诉你说它发生什么状况，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逐字稿界面。那其实这个可以拿来点那个什么国会 IBOD 可以使用嘛？好，那Q&A 时间，请问有人想要问什么问题吗？Live demo 哈，村长说 Live demo 怎么可以说不 Live demo 呢？20秒没有啊，骗他骗你的，1分30秒，这个有点难度啦。麦克。
基本上我们在听那个 RGS 那个松山塔台的广播，所以我其实上班的时候都在听那个松山塔台的广播。那个更好笑的是那个松山塔台一上线，那个民航局的某位员工就说，那个松山的员工弟兄们，请皮绷紧了，因为有人开始停了。下一位。今年高村长有指示啊，投影片都要有那个三个字。来看看他三个字会不会跑出来？有出来出来，但是投错边了。哎，有。哈哈哈哈哈！好，三件事，连续讲了六七年，第一次报告来源头。本来只是想要那个，就是放完这张就走了，但可能会被骂中二病，所以呢，来讲一下，这是我最近一个半月来在做的 project 叫 Terrarium， 然后公司那边很长，大家可以慢慢打一下。那这个东西是因为是最近一个半月才来做，所以那个来不及报 postcard， 只好抢 Lightning Talk。那这它的长相长这样，它是用来做那个 Qt 的图形界面快速原型开发，那它左边就是编辑器，然后右边就是 Live Preview。然后它是完全用 Qt 和 JavaScript 写出来的。那我有人说这就是很像那个这个平台的那个 Framework。为什么要做这方面呢？其实就主要是因为在上厕所的时候你都可以 Live Coding， 非常重要。那大家不知道 Qt 在 5.0 以后呢，就开始提供了各个平台的Mobile OS 的资源。所以我们也真的拿了同一套 source 去上架了这么多的 App Store， 然后全部都是免费啊，限时免费，跟大家赶快下载。那但是其实它的现实状况是呢，你要到处的 cross compile， 然后就是你每个平台呢就有一个 platform specific config， 然后你要一直的在就是编译。那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么长的 README， 大家自己到 GitHub 上面看就知道了。那差不多就是这样。3分30秒。太好了，让我来 live demo 一下。好，那为了 demo 呢，我就稍微写了一个这个 flappy bird。那大家可能发现这是鸟。等一下。有没有？
有人在等说，哎，为什么没有人去写这个东西呢？那来去做产生这种图书啊？所以呢，我就笑了。好，简单的界面不用 Photoshop， 可以直接拉图拉式。虽然界面还是很阳春的，但是用三个小时就完工了工程，那大家不要再写了。那虽然现在还在改善中。好，那其实是全部都是 Open Source 的组合。好，用 jQuery、jQuery UI 什么什么，然后连字体都是 Open Source， 30秒。好，以为这样就够了吗？好，还是要自干。所以我是被推坑的。好，坑坑下面到点点了。好，但是这个东西我会把它Open出来。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吗？是真的，这是一定要的，因为我们是做 Open Source Project。好，请大家来试试看。哎，没拿到，好，给他们。下一个，下一个，这个也是挑战终极闪电秀，2分钟。哎，好，开始，开始，开始。来，麦克风，好，好，先不算你开始，2分钟讲哪些点？有吗？有吗？往上播，往上播，播完的5秒钟，一。好，大家好，这个 Dark 大家应该这两年很红啊，大家应该多少有听过吧？但是 Dark 的 UI 方面，目前找到的 solution 事实上，我自己认为是不好用，所以没办法找自干。那我个人的简介，那顺便来广告一下，这个 Dark 我们在 Facebook 上有成立一个 Dark 台北的这个社团，请大家多多关注。那 Dark 刚刚讲到这个 Web UI 啊，那大家 Google 一下可以发现，比较红的事实上是前面这两名。那事实上我用过的这两个我都用过了。那第二个这个叫 Shipyard， 这个算是比较做的比较完整一点的，但是它相对起来就是很臃肿。现在它下载下来大概光这个卡根呢，大概下载了1GB。都不在看什么奇怪的片子，一个 application 啊，或什么 HR， 不知道。那知道自干吗？那自干，现在 open source 了。OK， 那现在顺便 demo 一下自干的成果。OK， 好，那现在这个我现在已经连到一台Dark 机器，那这边。就可以开大哥的机器，然后一个基本功能。待1分钟哦，吼吼吼吼。那连线呢？OK， 打字没有问题。RM 减 RF， 没有人像你这样。哈哈哈哈哈哈！干什么事？坐低离开，好，想要再开下一个也没有问题。这个就是大哥的威力。好，再来 image 呢？OK， 我已经建了很多的 image。那给大家看一下，事实上我这边除了连到我自己这台之外，还有连到远端的其中一台。那个网址要记一下，可能会绑线了，赶紧看不到。OK， 那我这个随时切换呢都没有问题。那重点在于，这个工具还可以复制。5、3、2。那这个就不 demo 了，大概要抓一些坏人来了。好，谢谢。哈哈哈哈哈。他的网址是蔡 KD.org， 对不对？刚刚宣传一下。